那个是你弟弟吗？还是哥哥？哥哥啊。好了，拿一拿了，赶快回家了。你们怎么来的？走路来。好了，东西上车，带你回家。我们载你们回去啊，不然等下东西掉马路怎么办？怎么自己跑出来？你们住哪里？几号？有没有地址？嘿，那个是你弟弟吗？还是哥哥？哥哥啊。好了，拿一拿啦，赶快回家了。喂，嘿，有，我们在现场了。OK。有啊，两个啊，在坐在路边。OK， 好，有。OK， 好，拜拜。你们怎么来的？走路来。好了，东西上车，带你回家。我们载你们回去啊，不然等下东西掉马路怎么办？本所巡逻员警于凌晨三点多。接获通报，有两名幼童在便利超商前兜售商品，立即前往了解，发现啊，该两名幼童是趁着阿嬷熟睡之际偷跑出来兜售母亲平时在网路上拍卖之小饰品。警方考量生源安全，立即将两名幼童安全送返家中。警方在此呼吁家中有小朋友之家长注意小朋友安全，勿让其在外面逗留。